大家好，我是平头哥。 AI 横行的年代，普通人也能轻松修复图片，比如这个一键去除图片中的杂物，再比如这张模糊不清的图，只需要按一下就能变成高清。这样的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。今天要分享的三款逆天级软件，每一款都很能打，我会把资源放在视频简介栏。第一款就是这个可以一键修复图片的软件，支持最大四倍高清修复。先把下载下来的压缩包解压，然后打开进入主目录，在主目录下输入 CMD 按回车，需要把项目部署到本地，进入项目路径，然后输入这行命令按回车。如果你出现和我一样的情况不要急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安装所需环境，只需要把这个下载下来就可以。如果你早已经安装，可以省略这个步骤，下载完直接双击安装。安装好再次进入项目路径，输入 CMD 回车，然后输入代码，这时候就开始自动下载相关程序，等待就行，需要的时间可能几分钟到十分钟左右。等出现这个再输入这行命令回车，点击允许网络访问，接下来我们只要复制这个地址到浏览器打开，第一次可能会加载一些组件，试试修复一张模糊图，点击这里上传，也可以直接拖拽进来。下面只有四个按钮，如果想让图片变得高清，只要点击四倍放大就行，等待它修复完成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效果很好，没有那种只纯粹的增加锐度来提升清晰度的感觉，很真实。再来一个实验，删除照片里不想要的部分，比如这张图，我想右边这个小的把它去掉，只需要调整刷子大小，在物体上涂抹一下，覆盖整个物体，然后松开手会自动处理。看下这效果，没有丝毫违和感，很干净，对底层背景没有破坏，因为它会利用 AI 自动修复底层背景，尽可能做到还原真实。如果你不想用了，直接关闭这个命令框就行。第二款就是这个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免费版，免费版功能与收费版只差一个防火墙和防御入侵功能，其他的功能一模一样，所以免费版对于一般人而言完全足够了，主要是没有任何广告和弹窗，整体干净整洁。免费版安装完需要激活，激活码也会给你们。下面就是它免费版的一些功能，包括安全和性能以及隐私三大模块。最后一款就是手机软件酷狗概念版，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广告，边听歌边领 VIP， 注册登录也可以领 VIP， 这也是酷狗最后一个领取 VIP 版本的软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哦，下期见。